最主命想偷懒被抓包啦。上完厕所之后，卫生纸呢是要由前往后，还是由后往前擦拭更为卫生？一定要由前往后擦。对，我自己解释好了。妇产科医师，我自己解释。是。好，那以后有妇产科的题目，我们都请张医师来帮忙。你休想没事都可以休息。休想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